赛罗赛文贝利亚比谁的儿子更厉害，大家可以猜一猜究竟是谁最厉害呢？比赛开始之前可以为他们点个赞加油哦。我儿子厉害，他能变成令家。我儿子厉害，他能变成赛家。我儿子才厉害，他能变成灭霸。我儿子厉害，他有三人小队。我儿子厉害，他有终极赛罗警备队。我儿子才厉害，他做什么都对，连打老爸大家都说对。还是我儿子厉害，他把托雷基亚一剑砍成灰。那还是我儿子厉害，他能把小金人一巴掌扇飞。还是我儿子最厉害，他把黑暗皇帝贝利亚一个光波揍成缩头乌龟。朋友们，泰迦、赛罗、杰德，您认为谁最厉害呢？评论区来投票哦。宇宙的星空深处，黑暗皇帝贝利亚发现了一颗资源丰富的星球，贝利亚要掠夺这里作为他征服宇宙的大本营。但是他不知道的是，这颗星球上有一个很奇怪的诅咒，凡是说假话就会变成猪，两小时之内都不能恢复，说假话超过两次将永久性的变成猪。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呢？点个关注，大宝来讲给你听。Later. 贝利亚来到一座高山之上，这颗星球现在是我的了，本大爷要征服整个星球，让所有人臣服在我脚下，没有人可以打败我，也从来没有人打败过我。由于说假话，贝利亚被诅咒变成了一只大野猪。贝利亚非常的不甘心，在山峰上疯狂的乱窜，发出凄凉的猪叫声。终于两个小时过去了，嘿嘿，总算是变回来了。什么狗屁奇葩规定，这颗星球太奇怪了，我先混在人群中打听一下，反正不会有人发现我，因为我这个人看上去就不像一个坏人。话还没有说完，贝利亚再一次被诅咒成了猪，真是活该呀！认为诅咒的好，诅咒的妙，诅咒的呱呱叫的帅哥美女们，此时可以来三个鲜花表情，大家敲锣打鼓庆祝一下。又是两个小时过去了，他大爷的，什么破星球，不能说假话，那我就说真话，看你能把我怎么样。首先，曾经有人打败过我，嘿嘿，没事。其次，我看上去就像坏人，嘿嘿，还是没有事。虽然我这人很坏，但是我最帅。贝利亚第三次说假话，被永久的诅咒成了一只猪。小朋友们，说假话的危害真的太大了呀，就像我一样，我从来不说假话，比如我是最帅的怪兽。我的天，贝利亚又要做好人好事了，超级离谱的事情又要发生了。贝利亚让怪兽小弟们全部参加变形记，每天必须做一件好人好事，不合格的就帮小朋友洗袜子。你会为贝利亚这样的决定点赞吗？我今天帮助了一位可怜的乞丐，他躺在路边饿得都快嗝屁了，于是我给他买了一个小汉堡，要是不够我打算再买十个，结果这家伙不识好歹呀，一个都吃不完，这是公开浪费粮食啊，我啪叽一下就给他扔沟里去了，什么玩意儿，还敢浪费粮食。我今天也帮助了一位可怜的乞丐，太阳当空照，他都快渴死了，于是我给他买了一小瓶矿泉水，要是不够我打算再买十瓶，结果那家伙不识抬举，一瓶都喝不完，居然敢公开浪费水资源，我飘的一下也给他扔沟里去了，简直太过分了，居然敢浪费水。他们两位太残忍了，人家要饭已经够可怜了，还把人家扔水沟里，那沟里的水多脏啊，所以我做的好人好事就是把他扔到海里面去，他要是饿了就可以吃点海带，他要是渴了就可以喝点海水，我简直是个天才，大家快给我发大拇指。我信你个鬼，你这个
糟老头子画得好。好了好了，我这三个小弟，大家觉得谁来给大家洗袜子？戈尔赞就扣111，戈莫拉就扣222，雷德王就扣333。另外，大家把袜子都准备好。什么？居然有一只怪兽被奥特曼打成狗了？是谁这么糗？又是谁这么牛呢？奥特曼里有句话叫做千万别惹带外号的，不然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但是啊，有些人偏偏不信啊。那我们就来看看他们的下场吧。Later. 听说你叫断脚狂魔，在地球上还挺出名的。可惜呀，我不认识你。我相信屏幕前的小朋友也没有人认识你。挺狂啊，小子！信不信我一个屁就能把你崩死？小朋友们，你们相信我一个屁就能把他给崩死吗？相信的就给我三只大拇指，不相信的就我给我三个大狗头。先别着急嘛，今天呢，主要是带你来看看我的收藏品。哎呦我的妈！切，胆小鬼，还没上手了就屁滚尿流的跑了。小朋友们，我觉得此时可以有一个点赞。厉害。你好像叫雷欧吧，还叫什么格斗狂魔？经过我的分析，你这家伙头上的角不大，说明实力很有限，身上也没穿啥好装备，说明是个穷鬼，居然连武器都没有，说明杀伤力很低。我的结论就是，你是一个非常弱的弱鸡。快给本大爷跪下，要是不听话，信不信我把你打成狗？打成狗。还没用到我1%的力量就被打成狗了，我觉得此时可以有个点赞。厉害。小朋友们，本期视频断脚狂魔和格斗狂魔，潇洒帅气漂亮的你还知道哪些奥特曼的外号了？评论区来亮个相吧。当一只笨蛋怪兽变成奥特曼之后会发生什么？哈哈哈，本大爷派了一只怪兽变成奥特曼的样子，准备随时偷袭赛罗，谁要是能找出哪一个是假货，我就把你叫大爷，并且把雷德王送给你当宠物。为什么是我？我不干。Later. 我知道你们四个有一个是怪兽变的，那就说两句证明你不是怪兽吧。我是赛罗的徒弟泽塔，我的外号是1/3调子，这事儿只有我和师傅知道。敢说我是假货，说明我师傅也是假货。我是特利加奥特曼，我的口号是斯麦鲁。今天你斯麦鲁了吗？记住是斯麦鲁，不是开塞鲁。我是杰德奥特曼，我的口号是遇到事情不能坐以待毙，我的外号是灭霸。我是泰迦奥特曼，我的外号是二代债王，我是三人小队的老大，我的爱好是打泰罗。谁是假货自动站出来吧，其实我已经知道是谁了。你这只怪兽也太笨了吧，犯了这么明显的错误。屏幕前的小伙伴们，泽塔、特里加、杰德、泰迦，你们猜出来是谁了吗？猜出来就回复你手机的第一个表情包，然后打上他的名字，再然后我们就去找贝利亚，让他叫你大爷，再把雷德王叫过来当宠物。